家好。我们先请你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？我叫严玉红，今年16岁，来自四川省宜宾市平山县的一个小山村。欢迎你，玉红。谢谢。我们其实开场的时候看到这里放了一副拐杖，那么为什么你还要用这样的方式出场跟大家见面呢？因为倒立行走是我7年前上学的方式，以前上学放学我都要用这个方式走4个小时，如果没有倒立行走就没有站在舞台上的我。玉红，我问一下，你现在有标准一点啊！一、二，哎呦，手在抖啊！你看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于老师，他肚子在动，动作不对，你那手没动，你光肚子在那动呢。我觉得于老师太狡猾了，他因为他肚子比较大，他是老拉肚子着地，而且才做了七个。你这手一直都没弯过，手是撑着的呀。我一直在想，玉红刚才你看，哪怕他的这样的体重倒立都不容易，而且他做俯卧撑的手是完全标准的。玉红的动作可以打9.9分，你的动作打5.9分。你给我打5.9分，我很满意。其实只能打3.9是吧？谢谢于老师啊，辛苦了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。